你们看，这只大雁它已经懵了，它发现翅膀不扇竟然照样能飞。这里是临沂兰陵蓝湖，湖上有这么多大雁正在追逐我乘坐的快艇，真的是超近距离接触，几乎伸手就能摸到的那种。啊，摸到了！不仅摸到了，我还把它捉起来了。它们为什么要执着地跟着快艇飞啊？啊，来了，又被我捧住一只。